过年之前又是做指甲又是烫头，我已经很久没烫过头了。我年前我特意烫了一个头。哎，海涛，你为什么要去烫头啊？我就想过年帅一点。海涛，我想问你一个，别说烫头，你今天洗头了吗？我今天特意洗了一下，我洗完才发现不如不洗。你看我这个头发，我本来之前不是这样的。哎，我一直以为男生的头发都是临时吹吹卷卷的，怎么还烫呢？对，我以为只有于谦这样的老同志才会去烫头。因为我就想帅一点，你看我这都快洗没了，都现在你看，这都这样了。孟晨呐，把你那个烫发卷借他用一下呗。